欢迎您收看生命河即时新闻，您不能不知道的教会热门消息。生命河基金会与国税局合作设立 Vita 免费报税服务站，2021年采取全面线上服务，从2月7日至3月28日每主日下午2点至5点进行。所有参与报税服务义工皆通过税务知识训练及考试，取得合格认证。Vita 服务对象为年所得美金56000元以下的美国公民、永久居民及合法税务居民。欢迎合乎资格者致电基金会408-567-0877预约报税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下您不能错过的教会精彩活动。新鲜话题让您早早就知道。12月份教会建堂基金收入为美金282087元，建堂贷款金额仍在逐步偿还中。先来收看一下最新的数字动态显示，也邀请您继续支持 Shekinah Glory 圣殿事工的需要。崭新装备课程已于上周在 Zoom 平台开课， RLCC Social 装备课程选项除有上课连结，也提供旧课录音让大家重温，敬请多多利用。青少年事工1月31日至2月21日上午9点在 Zoom 平台推出初高中同学装备课程 Inside Professions 深入职场。Ignite 青年崇拜年轻人将分享从事行业及神在其中的带领，家长请填写 Google Form 为孩子报名。假日生活广场下周日1月24日下午3点举行线上讲座，疫情居家如何不闷出病来，基金会与 El Camino 医院华人健康促进计划合作，邀请临床心理医师李伟倩博士，以风趣幽默又实用的谈话帮助大家减低居家对情绪健康与人际关系的影响，可由 ROLCC Social 生命和基金会找到连结加入。再次鼓励大家参加祷告聚会 Online Meeting， 三个时段分别是周二上午7点至8点半，周三晚上7点半至9点及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可使用教会网站或 ROLCC Social 加入带到守望的行列。下面请收看几则快讯。新一轮启程福音视讯，每主日晚上7点半至9点网上聚会，以精彩短片及讨论陪伴慕道朋友探讨基督信仰真谛，请至 ROLCC Social 点选我要报名项目下的启程福音事工。祷告团队一对一祷告，于周三晚祷告会、中文主日崇拜聚会之后，及时提供网上祷告时段，在聚会结束10分钟内点选 Social App 一对一祷告，即可找到 Zoom 祷告室连结。生命河网络小组欢迎湾区以外弟兄姐妹成为小组一份子，与网络参加小组聚会、查经、团契，彼此代祷，请在 ROLCC Social 点选我要报名加入。所有活动详情请参考 ROLCC Social 的当周主日周报。以上就是今天的生命和即时新闻，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